看到了萨尔维亚哈，三月一号这一天呢，是11个国家呢都凝聚在一起了。后面又多了一个国家的，来着12个国家。本来我们申请我们的规划，就是以10天要发放10000套的御寒的衣物啦。但是没想到，刚好就是那一天，我们展开要发放，就是那一天。3月1号，萨尔维亚就开始呢宣布啊，通关要很严格哦，所以外面的进不来啦。我们慈济人呢，只好每一天都分成2批，一批呢就是中继站等待的，陆陆续续很少数的。有因缘的可以被放行过来，那有的时候五六台的游览车吼，啊，就是很安尼过来吼，那200-300人呐，就这样陆陆续续的发放，而且对每一个人呢，我们那那一份的诚恳的爱呀。要给的御寒衣物啦，还要让每一个人穿上去呢，都皆大欢喜。这种爱的抚慰，他请求请人赶快安尼改秀秀的。那另外在西的火车站的，因为这一群人出不去。他们呢，就是在那里，慈济人呐、啊，就在那里跟他们呢，这个互动、作伴、抚慰等等。看到慈济人这样从匈牙利来的记者呢，很感动，也投入啊，当地的国家的政府也看到了，也是呢。自动发给了在当地付出的欧洲慈济人呐、啊、的这个研究的准许证哦，都这样发放给他们，让他们呢可以这种很直接的跟难民接触的哦。那3月10号。他们的报纸啊，还能刊登出来哦。同时，他们也说是慈济成立50年了。这50年，那国际哪里有灾难呢？慈济的足迹呀、啊，都可以看得到慈济人的足迹。同时呢，土耳其呀、啊。一旦啊，德国啊，通通呢都可以看到慈济人的足迹。那他们在萨尔维亚这样的付出哈、哦，他们很赞许啦。所以当地的政府希望跟慈济人见面呐、啊，要学习慈济的运作方法。当地的10号了，我们慈济人呐、啊，已经底下在通港啦、啊，暂时呢留下了16个人，那其他的呢就纷纷要回去。回去之前呐、啊，大家在开个会，因为呢，萨维亚同样呢。也有鱼有灾啦，那当地的政府也期待慈济人呢，是否也去看看哦？所以这都是呢，留了16个人，陆陆续续放行的
难民还可以继续呢发放，我们还要在当地呢准备着如何呢往南部呢去做救灾工作，同时呢替难民一路逃难所吃的呢都是干粮啊，天天吃同样的哈、冷冷干干的，他们呢快要吞不下去。难民委员会呢也是跟慈济人有提起呢食物的帮助啊。本来那一天我跟他们在视讯的时候也有提起食物的，但是食物就是没有当地允许呢，那我们也不能这样随意的。恰好现在他们呢、也提起了啊，不只是食物，帮他们换个口味，他们就赶快用心去找啊，找出可以呢让他烫热的食物哈、那都爱个提起吼，难民委员会呢，啊，看安尼物件可以吗？我们呢立风水上啦，不要违规吼，那好好做，伊嘛有正式法门好难呐吼，那等等呢，这都是呢大智慧者，这就是。人间苦难就是菩萨道场，这一群人间菩萨呢，以苦难众生啊为道场，难行能行啊，这都是呢很令人感动的哈、历史画面的人文菩萨哈、那三合一的人文菩萨就是这样。为人间写历史，为时代做见证，这都是呢时代的见证，就是人间的历史，把它呢留下来。也看到了我们历史上的今天呢，就是第二次的一耶人间净土的活动，就是要推动呢环保啊，环保菩萨也是人间呢大菩萨，守护大地啦。没有健康的大地，我们人类如何呢平安的住在这一大片土地上呢？就是有人间环保菩萨保护大地，我们才能呢这样来大声的呼吁，不只是台湾要做到，国际也要做到。因为呢，这样的环保问题就是天地之间的大问题哦，四大不调和啦，都是因为呢人所造出来的。我们要如何惜福爱物？要如何回收？看看我们的菩萨是这样，不怕草，不怕垃圾，那就是冒着风啊，还是忍忍这个意，那这个抹风，那阿婆他们都愿意啦，在很简陋的地方这样的为大地呵护大地而付出，在菩萨哦，好吧，蛮是安尼，足疼爱呀，真感恩呐、尤其是吼、你那糟践那瓶瓶罐罐，真的是味道很不好吼、那一堆呢，都是真垃圾，所以我们呢，人文。菩萨，我们尽量文章啊多写一些哈、来呼吁人人清净在源头，期待呢每一个家庭，噶
在要丢弃掉的瓶瓶罐罐呢，能整理的干净才提出来，免得呢让这么多的长者哈、那花心绿叶呐，无所求付出呢，也期待他们不要呢受到这么的垃圾啦，那这个臭味啦，等等哈，那因是真修行呐。不过呢，我们也要分担一点功德啊，在家里都可以完成的，让大家清净在源头。